指甲放上一根棒棒糖，或是用小星星来点缀，爱美的民众看过来，不论是走粉粉公主路线，或是爱钻石华丽风，各式美甲闪亮亮登场，选定一款快速上手。我现在把指甲的这些表面的这个干皮，这些角质的，把它往后推。美甲三步骤：先修去指缘角质，打磨指甲，再来粘上选定好的甲片，紧接着光照四分钟，固定住，大功告成。短短十分钟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已经穿上了这个穿戴甲，布灵布灵的，非常的吸睛，跟原本的裸甲呢，实在是差很大。为手指头换上新装，又不用像传统光疗美甲动辄花上一小时时间以上。这是光学大厂大力光旗下新开发的美甲新事业，靠标准化穿戴甲帮顾客省时，更瞄准国内年产值超过10亿元的美甲美睫商机。有一些人他紧张啊，或者是会有咬指甲的习惯，那当你戴上这个指甲，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它可以有一个防护的作用在。像有一些女生或者有一些人的指甲是比较体质本来就是比较软的，比较容易断的，那你戴上去之后呢，它可以有起到一个像是防护或者是矫正，因为你花钱做了嘛，你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咬它或者是去拨它。天下美甲美睫店全台目前已经有150个加盟店，预计开设。大力光拼跨界，还往医疗产业延伸，首度获得睡眠学学会授证的首家公司。小小一个像饼干的睡眠检测器贴在心脏上面，手指再夹上血氧仪，居家就能监测睡眠品质。卸下古王宝座的大力光，不止专注本业光学镜头，再把触角往医疗健康美学无限延伸。金星闻吴雅婷的方慈采访不到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